次来到上海这么大大都市，感觉好紧张啊。四处看看，活动活动，想说这一次来能不能帮我妈买一个那种 OPPO 手机。好羞耻。各位朋友，我昨天胃痛的把我的手机在地上狂砸了100遍，没有，真的胃痛能砸手机一下。我今天的这身小搭配，一件黑色 T 恤，显得是人比较忧郁一点，就是那种深沉一点，黑色的一帽子，懂了吗？耶！没有什么，你放松点。哎，这段时间在家里待着，我都忘记自己其实可以这么好看了，不好意思。开工喽！来睡一觉，快点打起精神来睡一觉。你们团队叫什么 ？Usup Studio，Usup， 呀，都不是第一次见面的老伙计了。我们 JY 给大家介绍一下，是之前有广州有一个饶舌团体叫做 Smoka， 我们很久前我们一起在那个，我们是老同事，以前我们是同事，我们在一个厂牌叫秋刚，然后他是我的同事，他是我的师兄。没有，我们是一起去。你比我先进，你比我先进。但是，同事做音乐，同事做音乐，但是呢，现在我就看不到了。对，我现在搞点视觉啊，现在搞点视觉。所以，酷的来可以期待一下啊。来，准备，3、2、1，然后转身。很开心。开心的不是说跟老朋友合作，是看到说我的朋友们越来越好，就是我就会觉得大家都在变好，因为他是我很以前我们一起玩说唱，十几岁就认识的朋友，然后他一直很努力，现在一开始认识的时候拍照，然后他也唱说唱，然后后面就唱说唱，现在已经不唱说唱，然后就看他越做越好，团队越能弄越大，现在可以超起这么大的一趴，就是很开心的。走，这时期是我还记得是2013年、2014年吧，对，那个时候我们也一起去做了一些巡演，那个时候对，大家都在忙，然后呢，我在那个时候刚好有个分支点，然后呢，我就没有继续做音乐，然后我就跑去了做影视那块，做导演那块，然后呢，弟弟的就 keep 他自己的那个对音乐的那个初衷。然后他一直在做自己的想做的东西，然后今天你看到的 TT， 其实说实话我也是很 respect TT， 因为他做到今天的也是靠自己啊，靠着自己很大的努力一直坚持在做的一件这样的事情。 TT 他就像个阳光嘛，他在照射很多人，送了很多人那种能量，对对对，别人的感觉是这样子，对对对。还在路上又翻过一座山，当他关了我的门又开了另外一扇窗，叔叔没有用力，那些挥洒辛苦了，老师我证据我一定撑不下去。 Finish牛奶奶买牛奶，牛奶奶给刘奶奶拿牛奶，刘奶奶说牛奶奶奶。刘奶奶找牛奶奶买牛奶，牛奶奶给刘奶奶拿牛奶，刘奶奶说牛奶奶的牛奶不如刘奶奶的牛奶，牛奶奶说刘奶奶的牛奶会流奶，刘奶奶听见了大骂牛奶奶说你才会流奶，刘奶奶说牛奶奶泼牛奶吓坏了刘奶奶，大骂再也不买牛奶奶的和刘奶奶的牛奶。哇，对啊，这个起码值20块钱是吧？谢谢啊。年底，我念日记。
呀，望山望水我望星人。呀，你看，走了，你听到没有？哈哈，下次找二手的，二手老师合影。澳大利亚的，好好好好好，反正你们喝喝多点，我少喝。红酒没事的。哎呀，不要搞我，你知道我这个小酒量，在珠海你忘了吗？你上次上吐了的，你上次喝很多，我吐了的。对啊，因为你喝很多啊，这一次别喝那么多。上次你喝，你得喝两三瓶红酒吧？啤酒。哦，那你得喝六七瓶啤酒。没有那么多。现在先给我报多点。然后我们今天喝红酒，喝少一点，三个人喝两瓶差不多。不要把我算在这个喝酒的氛围里面。你喝少少，我只喝一点，一杯一杯。哎，我当着这是 TT 的 vlog， 好吧？我真的不会喝酒，好吧？只是长得一副很能喝的样子。没有没有，这些人每天都欺负我。他们乱讲，盖哥酒量。你们见到自己品一品，真的。他现在是为了先铺个梗，一会儿再，如果我喝多了，他会再拍一条。他会再拍一条。小我不是这样的。就那么多，好吧，就那么多，啥也别说了，不能喝。这个只是喝了几口，怎么还？就是不能俺，这是已经是第二次套了。我今天晚上发的是就此作废，好吧？是什么？整体稍好点。稍好。一本万利，千真四季。我手不动，我手不动。他没动。你动我的手。我来给新人调价啊，这秘密你多。给他。别了，宝宝。来来来，还秘密多，我也给我来加油。再多点，再多点，八十。傲视群雄，感觉我也没去打，是因为你年龄大，并不是因为什么啊，就是只是因为年龄大。现在舒克我都管他叫老哥了，主要是我要提醒你们，三十了吗？舒克跟你一样大吗？对。哎，我都管他叫老哥了。老盖听得比盖哥好多了，盖哥听起来还是一个那种盖哥听得挺年轻的，盖哥不是盖哥还是24岁左右，老盖听起来38岁，锤子五十三。我要参加节目了，让他提醒我，他要去上节目了啊。然后这个我们还在节目之前就说好了啊。TT 不准选我，我也不准选 TT， 这我们说好了，必须挺到最后。哎呀，怎么老是饿呢？老是饿就会变胖，今天晚上就不要吃了，绝对不吃了。而且听说好像你越吃吧，你还就越容易饿了，有道理吗？这是一个泡啊，别拍了，我收工了，别拍我了，别拍了。